Hello， 美女。Hello， 帅哥。一个人吗？就想一个人。啊，你对我好一点行不行？伤心。谁伤你的心？你。谁先开始的 ？You first， 好吗？从我们刚认识的第一天，你就开始满嘴谎言，没有实话。让他们走，藏起来。你们去哪儿？刚刚我们做了个任务，是刚刚要去那个里边找东西，找到了，但是先不用跟你们说。啊，怕你们丢了。你们要吃披萨吗？有什么味道的？有虫子，还有那个老鼠。虫子的那个翅膀。姐，我对不起，我又骗你了。你这样，我跟你说明天我雇佣者去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是觉得你好逗，就是你信。我是确实我容易相信。但是我再也不骗你了，我保证。很难颠覆。